跟住呢题啦。咁咧呢条系 index 嘅题目啦。咁八咧就系二嘅三次方，四咧就系二嘅二次方。咁所以咧嗰条式就会变咗二嘅三次方啦嘅2n 加一次 over 翻二嘅二次方啦 over 3n 嘅3n 加一次。咁咧乘入去咯，所以咧三二余六三一得三。啊，下边嗰度咧二三余六二一余二。咁跟住咧就做减数啦，上减下。6n 加3啦，减 6n 加2，所以咧就等于翻2嘅一次啦，即系2啦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boy 啦。